先不要往后仰，人就保持在这边，然后坐下来，你的身体是不是稍微朝前，然后骨盆往前勾的时候，骨盆往后倾嘛，是不是？啊，胯这边往前送，骨盆往后倾，这个时候脊椎是不是弯的？弯的嘛，是不是？然后你的骨盆继续往前送，继续朝后倾，然后脊椎就被伸展开了，脊椎被甩起来了，胸开了，起来，坐下，再回来，然后再骨盆再往前送，往后倾，脊椎又被甩起来了，甩起来，坐下。屁股会，可是你不要夹那么紧，你要它活，要它活，让它动，啊。有比较好，好，但是你没甩完啊，你没甩完啊，坐，你看甩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你看胸在上面了，这个时候胸自然开，你的手跟肩会往下落，这个时候胸会自然开，看不懂？到这里了，你才再坐回来，啊，你们去。今天太阳这么好，把这个动作做细一点。不要用力做，不要，全都松，慢慢的，胸口开了，开了气进来是吧？气进来以后。你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你看，在这里的时候，这里是关嘛，是这样子。这里骨盆往后倾嘛，这个地方是关嘛，是这样子。当你骨盆继续往后倾的时候，这边的时候，你的上身要松掉，你的上身松掉，脊椎松掉，脊椎会从腰椎开始，你看胸，然后到胸椎。
在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你的上身没有松，所以你这样的时候，你就变成直的了。啊，哦，去试试看，骨盆后倾，骨盆后倾，这样子的，骨盆是这样，先是这样，这是下后倾。这下不止了，就等于胯往前送，胯往前送，往后倾，对对，这样子，对。哎，这个地方啊，你看，这样，这样。当你骨盆第一个后倾的时候，背就弯，脊椎就弯了，是不是？啊？对，这个先不要向上向后。对。脊椎弯了，然后你继续后倾，继续走，你的骨盆继续走，你看脊椎就被甩开，开开，到这样。在后倾的时候，它就一直在，对你本来你本来是直的嘛，是不是这样？你本来是直的，这个不要动，对，这是骨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当你这个往前的时候，它是不是变弯了？嗯，它变弯了，你让它继续往前走的时候，它就变成这个样子，然后再回来。看不到，要有一个这个无风飘逸的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很好，最好做到柔弱无骨。对对对，那个哎，老师上次po一个影片，那个蛮有趣的。哎，魔术师啊，对对对，有一个魔术师把那个很装厉害，那个把它装进去，那个厉害，从那个箱子里面出来，然后最后装进去。对对对，踢那个手就这样子。对对对对，啊，就一样去做到柔弱无骨。不要动，往前送，这个不要动，你再用上身送，胯往前送，胯往前送，骨盆就往后倾，松掉，你这个没有弯它就没有弯它，哎，对了，你看，这往前送，等一下，哦，你看，这往前送，骨盆变，你看，脊椎变成这样子了。变成这样子弯的嘛，头还是在这边，你不要一坐它回来了，好的吗？所以从这边肩椎往前往下送，脊椎就变弯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然后肩椎再一直走，你看脊椎从腰椎、胸椎、颈椎开，再坐回来。